有耐心，在附近大家扶老携幼，互相关心一下你周遭朋友的安全。特别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，大家一面热情呼喊口号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注意你周遭朋友的安全。还有很多的小朋友，爸爸妈妈，不管你是用手牵着他，或者把他抱在身上，拜托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台湾的下一代。我们要用最具体的行动，展现我们对这片土地，还有对我们下一代的关怀。拜托大家，我们一起手牵手，大手牵小手，心连心，团结在一起，共同一起喊出反核无惧。后面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？推动
和平。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点，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下面第二个点是农委会。农委会这个点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反核农场，那有定点有农产三明治，等一下过去的时候抢着去跟农产三明治拍照，在脸书上打卡，鼓励大家这样子做，就是要让更多人今天没有来我们游行现场，他也能够跟我们在一起，知道核电是多么的危险。为什么要跟农委会？因为农委会他应该要站在农民的立场，站在土地的立场，站出来反核。我们看到福岛核灾发生之后，在日本推动有机农业，推动小农的合作社，这些农民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。如果我们过去推动地产地销，要吃在地的食物，但是福岛核灾之后，那些的农民怎么办？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有毒受到核污染的食物送到我们的餐桌上，那又怎么办？所以农委会站在农民的立场，应该要站出来反核才对。我们希望农委会应该在政府里面要站在一个反核的立场，站在农民的立场，站在我们食物主权的立场。所以等一下到了农委会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去跟农产三明治来做合照。那我们也感谢这个是台湾农村阵线来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反核的游行，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、各个领域、各个角色的朋友，大家一起站出来。我们知道台湾农村阵线过去一直在捍卫我们台湾的土地正义，捍卫我们的小农，捍卫我们在地的食物，所以我们当然在这样的立场当然是反核的。这边我也介绍一个小小的团体，叫做环境法律人协会，就是这个绿色的旗子。他们是法律人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帮我们大家去打核电的诉讼。大家知道去年，对，给他们鼓励好不好？给环境法律人协会鼓励。为什么要给他们鼓励？因为去年我们知道非常危险的核二的螺栓事件，那么多人站出来，那么多人在关心，但是我们的原能会到底有没有把关的能力？没有，还偷偷的让它在台风夜的时候偷偷的恢复运转。就是环境法律人协会的律师，就是满野新竹生态协会，这些律师他们站出来帮我们做免费的义务的诉讼，帮核一核二的灾民，核电的灾民一起来打这个诉讼。核一核二的灾民不是只有金山万里的北海岸，我们住在台北住在首都的人都是核电的灾民，我也是诉讼的公民之一。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各位朋友，你或许没有参加我们的游行，或许你要赚钱，或许你有你的事情要做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耽搁你一点时间，我们要来实现一个飞核家园，我们要终结可怕的核能电厂。在农委会这边，我们的口号是终结核电，永续台湾，终结核电，终结核电，永续台湾，永续台湾，核电归零，核电归零，土地正义。